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我们今天继续玩《火影忍者》手游决斗场啊！这个美女宝宝邀请，我们继续跟她对打一下啊！好友对局，好友邀请啊！那现在用的是先春野樱，然后一个哨卡，一个疾风女啊！哎呦，你碰到我哦！哎，这么不乖，多打两下他啊！打一个，让他们两个交换，这有点亏哈，没办法，一个比一个难打。小樱解决了，后面的是歹徒，少年歹徒，先扔他一下，没有啊。在这个地方好危险啊，是吧？他找灰分身了，啥？这下没有血轮眼了，对吧？时间到啊！勝負あり！两个人耗来耗去，耗来耗去。戦闘開始！哎，我怎么还被坑下去？我这不是送点给他？我去啊！哦，这是送死啊！而且开了技能啊，这打的！哎呀，今天怎么这么老是送火？下面一个辅助，你心里不是很好打呀？你从这么过来干嘛？找虐是吧？还喷还喷！哎，什么情况？这是开的大啊，在我开大的地方喷火，这是庆祝自己挂掉了，对吧？哎呀，这美女宝宝也不是好惹啊！现在我也有闪电，她也有闪电，我也电她，她也电我，大家一起电。这个闪电，又邀请了，继续啊！他还不服气是吧？被我虐掉了之后，真是不服气。那要小心点啊！戦闘開始！起爆吧，加油！这都没砸到。这一波下来应该是我稍微略占优势哈。
为什么我没电到他？哦，太大了，不小心太大了，他死了，他被他连死了。哇塞，好霸气，给你一个电电你一下，这个时候还算老实，不看自己多少血啊，我都没电他了。还想换老蛇毒我、啊、比较最毒护护人心的吧，还想坑我。哎，晕了，你晕了，为什么不用分身啊？给他这么多机会他不用分身。电打、yeah? 我怎么死了我也没看血了我应该没看血条就死了。戦闘開始，老子直接开炸怎么地。这是找虐的节奏。不乖就要打屁屁啊，夹在角落慢慢打，打到听话为止啊，看你还不回去啊。戦闘開始。谁呀，我在你背后啊。糟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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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呀跑得倒挺快哈。哎，糟糕，正中他的面前啊！哎呀，停！还敢在我前面想换电啊？还想电我？没那么溜了啊，现在啊！这回中央是被我虐了，虐了两次了。我这个奖励还没领，领一下，领一下。这么快了，第二个还没点。哎呀，换人了啊，把佐助换成了春野樱，就差一个永生了，凑个春野樱战队。戦闘開始。两个好默契啊。定档啊，这么快飞过来。我去，这都没打到他，亏大发了。好好能跑的家伙啊。哎呀，糟糕了，糟糕了。哇操，这么快直接被干死了。这下麻烦大了啊。戦闘開始。已经不是刚才的那个美女宝宝了啊。哎呦，好厉害，还不死。我都换了大那个召唤还跑过来啊，没办法。
先趁他没分身啊，抓紧灭。就在这里开大。一套秒掉了，一套把他秒下来，这下他又要哭了啊！这个锦叶宝宝这个推演有点难打，一下就震了点。有条腿被我砍着啊！来了大招！你说没办法啊，只有这样的处女走了。过来安慰你一下啊，你就好好砍着。零三法还是不错的。这谁啊？劝师。这家伙会不会溜啊？戏命师啊，好不好打？下冷三应该跟我差不多厉害了，我也就徘徊在下冷和中冷一。要小心点啊！戦闘開始！砸他！坑过，坑过！我去，什么鬼？我怎么被砸回这么远？好家伙，好烦啊！起！再起！哎，错边了啊！把他弄得晕头转向，对吧？你还不中？哎呀！再中一个，送你个爱心。要去找你的再不斩。戦闘開始！送你一朵玫瑰花。再送你一个大金丹。哎呦，好危险啊！再送你一朵花，哎呀，没送出来。我去，这么快开大！我，你跑掉了，我差一点点跑掉了，跑掉他就糟糕了啊！这么好，这么美的妹子，给你送你花不要啊？不要把我干倒了！戦闘开始，先跑远点啊！哎，怎么没下？看我刚才卡了一下。哎呀，脑袋有坑啊！哎呀，还好还好，他自己送过来，我以为我已经够坑了，没想到他比我还拽，又冲过来最后一下。要不然我就挂了。哎呦，死了！这麦克凯，麦克凯也是一个套路，不一样的套路不好打。他的技能有点像这个大名字，就是原地转啊，但是他没有保护啊。呀呵，哎呀呵，哎呀呵，真好，等他自己跳过来，就等你跳过来了。哎呦！脑子控制错了，哎呀，挣了个点了啊！哎，不会动了啊！
就多垫一下。好了，现在血量没给我少，哎呀，一个圈圈就死了。其实他很有机会的啊，这次是运气好，又被我打赢一次了。这奖励还没领，领好。哇，一尾鸣人的碎片耶，这个运气好啊！咱们要不要换一个阵容？感觉现在也就第一页的比较好运啊，第二页在下面的西冷真心用不惯了啊。啊，他又来了啊！对命师，气命师啊！戦闘開始。正常，哎，跟他二技能用太快了，都没机会给他施展二技能。是我，助你，他分头了啊！分身了啊，他也很着急啊，就差一下了啊，电也没电死他啊。戦闘開始。哎呀，错边了啊！为什么我被弹起来？不到他，他把麦特凯的位置调了一下，这个不好控制了，现在这把打完看一下，休息一下啊！你过来！哎呀，举起了刀没打到他，你开大，要不然你开大。我去，这样都漏单了，又来了，奇怪啊，我以为我要挂的时候他老来送分啊，真是调戏人啊。戦闘開始。知道我快要死了不要来送分，又给加起来了。哎呀，怎么这都能加得住，这么近。我这居然打不到他了。在我面前你不就糟糕了。
我去，这么快开大？我就这么点血，你还开大？有必要吗？我在一个肥天，给他差不多就挂了。一个闪电加一个肥天吧。不行，他已经飞不起了。还是要小心点啊。最后一下送你走了，哎呀，靠，这样的浪费啊。最后一个飞天，被解决了。不知道放什么阵容好一点啊？这少卡感觉我都用不习惯啊。这个疾风的春野印也是用的不是很顺手啊。不如我们再打一把这边的、啊。这个是小李洛克首充六元送的。当时当然也没怎么经常用了，太浪费了。戦闘開始！起爆吧，よ！ロハ旋風！这样就给他跑了啊！起爆吧，よ！这武功好危险啊！起爆吧，よ！哎呦，突然闪现，哎呀！哎呀，要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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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靠，这个李洛克这么能点、啊！再让他连两下就死翘翘了。我去，给他劈一下！哎呀，还好还好，血还算我多，我还没有跟他为了闪电劈啊，算我输了啊！这样子还好打，你劈到我，到我劈你了吧？啊，我的赵金刚啊，刚招出来就被喷死了，一口水喷死他了。戦闘開始！我去，这家伙用这么溜啊！这里都会被电到啊！哎呀，好讨厌电的、啊。戦闘開始！这远距离的，哎，刚才应该可以过去的，再来个飞天什么的。到我家这么角落啊！必须要这么角落还对我门拳打脚踢啊！戦闘開始！八尺生鏽！八尺生鏽！哎呦，太大了，操！哇操，还来！螃蟹生锈，开始我开灯。这下有糟糕了啊！螃蟹生锈，再给他电一下就死了。これで終わりだ。螃蟹64勝。
还想电我，我就知道了，我知道这叫运气啊，这叫套路啊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今天就先录制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视频，订阅点赞。